理想的一種風格咯。都仲係高炮，我同埋五雞多八比九喐。俾阿馬龍先搶。有啦，穩健啲。努力彈到落個網度，一比零。馬龍嘅發球，加分。都系咁玩噶啦，即系喺欧洲，大家班波友喺度啊。系啊，好。讲到底系速度啊。系啊。好，睇下打高球啦。咦？一副狼底嘅球，好犀利。好波，好波，唉！觀眾俾多啲掌聲佢，佢又都想攞觀眾嘅掌聲啊嘛，你贏俾。板就反手打入板，最後接球，11比5。